老青年，今天考考你。考我什么？猜谜语唱歌啊！你不说你很厉害咯？哦，猜谜语唱山歌啊！啊！哎呦，这种小问题，来，开始开始。好，哎，大家坐进一阵来啊。什么好月戏它也脏，什么好烧的也落光，什么煮的呀山上煮，什么好闹的海龙王。嗯，这个东西听好了。嗯，清水月戏它月脏，秋风烧的那落叶光，斧头数的呀天上数，那咋敢闹呀海龙王。好，算你答对了。什么神来炼又酸，什么神来炼又长，什么神来呀不吃奶，什么神来他不更娘。这个还不简单嘛，这个苗搞得我家的养鸟听好啦。哦，苗在神来呀炼儿端，狗在神来呀炼儿长，鸡在神来呀不吃奶，鸭在神来呀不更娘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家里肯定养很多这种鸡鸡猫猫狗狗的啊。快点，还有吗？什么神来两个红坡，什么神来爱婆婆，从来不得呀公正水，最好采得老金箔。哎呦，听好了。嗯，低头的慢慢的想一想，这个谜字有文章，大家低头呀看一看，就是不口一上。厉害。厉害。有圆有边有四方，中间有个那小鱼塘，第十二天呐、啊，花开路，先天大路有文章。哦，忘记了，答不出了，输了。你听我说啊，输了。你来问我，我就讲。这个谜字它是罗盘，地理先生呐、啊，去看他背过罗盘呀、啊，指南方。这种你也懂啊？哎呦，我有什么不懂、哎？你问地理先生，你也懂这种？你以为我下课是白学的？还有吗？再来，什么平平不生草，什么弯弯它不生。什么走路啊手拉手，什么过水那两头腰。哎呦，你看了、石板平平那、不生草，牛角弯弯那、不生毛，猴子走路呀、手拉手，马黄过水呀、羊头呀。哦，对不对？你什么鬼都懂、哦、我就问你对不对？对，好、对，还有没有？有多了呢。来，什么神来那靠对靠，什么神来那头对头，什么神来呀、两边站，什么神来那两边谋。哎呦，这个东西挺好啊。剪刀伸来呀、口对口，筷子伸来呀、头对头，大门伸来呀、两边站，门墩伸来呀、两边猫。再来，再来，来，放马过来。什么花开香又香？什么开花那臭胖胖？怎么花开呀短又短，怎么花开长又长。
那边，我想答出来。桂花花开向右下，大王花开的丑胖胖，西瓜开花呀短又短，南瓜开花长又长。哦，那弟弟到了农部。对呀、啊，你拿这种问题来考我。农部，这弟弟到了农部，没办法、啊。拿点吃的来考我，差不多。怎么样？今天得多少分？99.99，好不好？今天你输了。